你怎么了？潘伟后变潘伟 double 后，本尊急了，别再发给我。如果有一天我比这边还比今天还胖两倍，胖两倍，胖两倍。潘玮柏真的胖两倍了吗？网络疯传这张胖图，还粉丝很紧张。本尊赶紧澄清，朋友们，这照片真的不是真的，大家不要再发给我问我怎么了。路上的朋友也请不要再称赞我怎么暴瘦了。潘帅才刚在苏州参加七夕晚会，目测本尊下颚线还在啦。如果你在那个网络上搜潘伟厚，不是潘伟博，很厚的厚，就会搜到我一个很厚的一张照片，很胖一张照片，就是在苏州拍的。如果你没看到的话，我真的非常谢谢苏州朋友们帮我拍出了这么杰出的作品啊。今天苏州真的非常非常的热。台中苏州40度高温，潘帅穿着高领配外套唱跳，表演完一定减掉好几公斤了。